要不要听他周深老师唱一段《大鱼》啊？好，那个太好了，谢谢谢谢谢谢谭老师。那我等下谢谢，对，我们掌声给我们唐老师，还有我们深圳交响乐团的老师们。古典音乐会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要点，话要少。但是我已经尽量了，突然把话都堆在这里，那就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然后对我来说是非常意义非常大的一首歌，希望大家喜欢这首《大鱼》，谢谢。时间的绳索。